这盏灯是内，那这盏灯内建电池，我，那这盏灯是内建电池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平均都可以在80分钟以上。那这盏灯是内建电池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的电力还算蛮。那这盏灯经过，那这盏灯，那这盏小，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，呸，那这盏，那这盏布丁灯是内，那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的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的平均使用时间最大亮度哦，丁灯。那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的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的平均时间可以到80几分钟，80分钟左右。那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的电力呢？那这盏布丁灯是最，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的最大输出可以持续80分钟左右，还算蛮 OK 的啦。这盏布丁灯，那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的，那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。那我，那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。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如果最大出力的话，我们可以使用平均80几分钟。那你也可以边插 USB 边使。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，那你。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，那你可以。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平均最大出力可以平。这盏布丁灯是，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。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，那它的电力平。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的最大出力平均都可以使用80几分钟，算是还蛮 OK 的。那你当然也可以接着 USB 边插边使用，但是呢，它的亮度会减弱一点点就。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的，那我经过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的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最大出力可以平均使用80分钟，还算蛮 OK 的啦。那你也可以边插 USB 边使用，边充边使用。那这盏布丁灯是内建电池的，那经过我的测试，它的最大出力可以平均使用80几分钟。还算蛮 OK 的啦，那你当然也可以边插 USB 边使用，只是你插着 USB 充电边使用的话，它的最大亮度会变弱一点点，就保护机制吧，或者是。